哇塞！哇，这么多弟兄，可是他们的声音非常的整齐耶，是不是超级震撼的？而且他们在大太阳下面训练呢，这地方我好像之前来过。你来过对不对？我之前来这边是做那个天堂路。 有啊，收视爆表吗？大家都看到你，小爆小爆，有没有蛮厉害的？而且那次我表现，我回去之后啊，真的都是脆胸，然后我连洗澡啊，我那个礼拜只能用擦的，没办法用水淋。其实大家都是来真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厉害，真的。这里呢，其实是那个我们的陆战海军陆战一队训练的地方。海军陆战队有一队哦，很特别吧，对不对？海军陆战队很忙哎，非常忙。但是除了这个一队训练的地方之外，我要跟燕军哥讲，你绝对不知道。 其实一队这个东西，我也是略知一二的。短的播不到，播不太到。来，你会一队？也是会一队的哦。你有一队，你会一队。肯定是会的。让我们看一下画面 VCR。四一二点零零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一二三一二三。 三二一，二三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哦，有呢，哎，是有点勉强哈，有点勉强，有点掉了几次枪。那个导演可以帮我把吊枪后面剪掉吗？我们今天不是来要那个慰劳我们那个国军的弟兄姐妹们的？对，这次非常不一样，这次我们要有 bonus 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要送写真集吗？对不对？都在里面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要送我包包里面礼物全部送给他们。没错，没有来接我们，没有来的话，光出来的话，对。 好，长官好。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怎么样叫做海军陆战队的一队，跟一般的一队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吗？是，首先，陆战一队，它负责南部地区平时军旅勤务及各项操演任务，也肩负了我们中城营区的警卫勤务及安全防护的工作。我看我们的督导长几乎是没什么脂肪的人呢。 哇塞，非常精实，这样子训练媲美啦啦队啊，因为我们啦啦队也是身材不能走样，然后身材控管、表情管理，这不会是你连一队都有吧？是，你都穿起位一下，你有壮壮的写真集吗？哦，没有，应该就是为他们谋福利，老军老起来。好，我们这两天来好好来训练一下。好，那首先我们要去选枪吗？就换我们的操作服。我先换操作服是不是？先着装。好，OK，走吧，走。是这样哈。好厉害！那请问一下，孙总现在他们在训练的这个科目叫做？ 他们其实是这种现在他们在训练的这个科目叫做，像我们队操作的是静默枪法。对，我有发现，他们都没有很口号。是，可是没有喊口号，他们为什么可以动作这么一致啊？对啊，他们是利用超枪的同时发出的声响，再来就配合踏步的声响来做协调跟配合一致。那他们平常要听那个，像我们在录音室里面会听那个节奏，会听那个可立可。哦，咚咚咚咚，就类似这种东西。哦，所以他们的节奏感跟可立可是在自己的脑海里。是，他看起来我们的往前了，可是我们了，好恐怖哦！而且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表情哎。对啊，所以外在如果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都不会有任何的。外表严肃，好表情控管很好哎。
吧？是。OK， 什么是夺命枪啊？请看示范。禁默枪法，顾名思义就是无声响、无节奏的队形变换及枪法操作。
是承袭美国海军陆战队一队的枪法，经过单位的干部做调整跟研发之后，就变成我们单位自己属于陆战一队最具特色的静默枪法。主要训练队员在没有声响跟节奏的超枪队形上面所研发出来的。哦，我觉得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有眼福了，太幸运了，因为我们可以亲自看到我们的士督长如何来勇度这个夺命枪。夺命枪，对，是，对啊。接下来就是换各位两位主持人体验的。不对啊，应该是你先的。你看我们这身打扮，我已经示范过了，我们可以高空弹跳，对，我们可以云霄飞车，对，我们不可以夺命枪，对，高空弹跳我可以不绑绳。哎，而且你看他们的那个枪上面是有刺刀的，对啊，是真的。咻，那不是鱼哎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这边，我们就要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要走过这段路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勇者。我好不好？欢迎壮壮。哎，怎么这样？好了，我们准备一下，我们练习一下，一起来哦，练习一下，好，来，好，天军哥加油，加油，只有一次机会而已，夺命枪 ，Let's go。走。壮壮加油 ，OK 的。第二组，备起。Yes！ We survived！ Yes！ 备起。他们是静默，所以我们怎么过他们都不会有反应，对不对？是，哇、wow ！我们撑过夺命枪了。你要走的感觉呢是怎么样？我在起鸡皮疙瘩，我有种九死一生的感觉。你知道刚才那个刀锋尖，那个刀枪是真的在我眼前这样杀杀，刀光杀杀，刀光现影杀杀，然后教官的声音真的就在我耳朵这样的哦，这样走走走。我很害怕听不到教官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像我以前玩高空弹跳，那个教练就说你就跳啊跳跳跳，可是真没办法，自己走以后，我觉得发现因为现在的阳光，我们现在刚好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，那个阳光刚好洒在他那个刀上面，所以这样晃过去的时候，你还有那个闪光的感觉，对啊，我就这样咻咻咻咻，超级恐怖，好厉害哦！对啊。哦，好像我们在玩那个水果那个 crush， 刷刷刷那种感觉，完全这也不能用替身哦。士官长，你是不是要帮我们打分数一下？我们刚刚表现大概有几分？两位表现得不错，都十分。哇、yeah! 哦！哎、欸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最长的队伍就是四排吗？还是有更长的？按队形的变换，可能会增加到十个到二十个都可以有可能。哇，十个大概有二十公尺长。哇。的长度人数啊，哇，四个我就吓死了，而且要非常专注哦，是，就是走的要很专注，在抛枪也要很专注，对啊 ，OK， 太棒了，第一关我们完成了，耶，迈向下一个科目，下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是什么嘞？嗯，让各位体验我们陆战一队的恶魔夺命枪，夺命枪不够，现在还有恶魔夺命枪，更进阶、更刺激的，好，恶魔级，好，我们后面的弟兄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关卡非常的名称可怕，恶魔夺命枪。是的，如何夺命，如何枪呢？到时候会站在队员正中间，然后接受他们对抛接的动作。你说站在队员的正中间？是的，对，这边站在这边，然后要面向这里，我要面对这边，是，然后枪这样子抛来抛去，是的，这也太近了吧！我可以先看一下他们空抛吗？可以。恶魔夺命枪，它是夺命枪的进阶枪法。夺命枪它是两人互相抛枪，而恶魔夺命枪是在增加两组人变成四组人，在做互相抛枪的动作。主要训练目的是训练队员的胆识跟技巧，不断的重复持续的练习，进而
练心智才能完成这些恶魔夺命枪的枪法。哇，这个那你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这个体态管理宽一点点，我在这边就被削到了哎。壮壮，你肚子要缩。我从头到尾都憋气，我不会呼吸的。你小腹要缩。好，司督长确定很窄哎。可以，眼睛看前面。司督长，你越讲我越害怕。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吗？是，动也不用动，走也不用走，都不用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体验喽。好，壮壮加油。我好怕、啊！对，去。燕京哥，你屁股很翘，要小心。哇哦哇哦哇哇！完成了。他刚刚有稍微碰到我的帽檐呢。其实我觉得这关很好，是你可以练到，就是说士兵啊，如果说你遇到困难，你是不能够退缩的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刀子其实是前面有，后面也有。对。那如果说真的遇到真的是打仗的时候，如果遇到真的坏人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够往后退，也是要往前去正面迎接他们。伸头勇往直前，是后退也是一刀。我觉得陆战队的一队，我觉得非常光荣。如果今天陆可又可以在一个陆战队的勋章在这边 ，OK。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喝咖啡，来喝咖啡了吧？没这么容易啊。那冰沙，冰沙也没有，也没有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练什么呢？接下来让各位体验更刺激的刀刃近身的超远，刀刃近身，所以是离我们很近的。是 ，OK。好，走，走吧。不对啊。现在这一关，士官长被围在里面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他像四面佛，四面佛更像四面埋伏，是十面埋伏哦。士官长，你在里面干嘛？现在这边是要怎么样？体验近身刀刃的关卡。近身刀刃，所以刀子会离我们身体很近的意思吗？是。OK， 那这边是要考验什么呢？我们要有什么要克服的吗？个人要有胆大心细，不扎眼，不扎眼。是哦，但士官长，可是你戴墨镜，你戴墨镜，我怎么会知道你有没有眨眼？而且我刚刚怀疑你刚刚在走那个的时候，你都是眨眼的。对啊，搞不好闭眼。来，眼镜拿下来，眼镜要拿下来吧。眼镜拿下来。哇，士官长很帅，很帅，不能眨眼哦。不能眨眼哦。好，认真检查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近身刀刃是不是？是。好 ，OK， 开始。对，去。太近了吧！好，他不会听我们的。哇哦！真的没有眨眼睛呢。不眨眼是，如果真的在作战的时候不眨眼，这一招是用得到吗？是用得到的。比如说人家要攻击你眼睛的时候，是，就是那个瞬间你眼睛是不能眨的。比如说会用什么来攻击？这样子。那你可以这样起来吗？这是港片，不要乱讲。对。哦，你可能在眨眼的时候，那个瞬间可能敌人就会用其他武器来攻击你。对，是很恐怖哎。剪刀石头布，输了过去。你刚才讲话那么大声，你先吧。哇塞！讲话那么大声。好 ，OK， 这样好不好？如果我若不眨眼的话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不然，燕军哥，如果眨眼的话，我们今天是来绕军的嘛？当然就是今天大太阳那么热。请大家喝饮料好不好。好，那如果我眨眼的话，我请大家喝饮料；如果我没有眨眼的话，你们请大家喝饮料，我们的人喝饮料。可以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我来。所以要训练我们在作战的环境中，如果真的遇到坏人的话，如果真的有刀啊或者是武器来的时候，是不能够眨眼。注意，不要讲话。对，去眨眼了啦！再一次，好吧，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再一次示范，再一次，我找到甜蜜点的，我找到甜蜜点，就这个地方。对，去。你还是扎了。真的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不可能不扎眼的啦，不可能不扎眼的。我不要玩了，你试试看，我要直接请饮料。你试试看，直接请饮料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不扎眼的话，我送你 iPhone 15，不可能的。不可能不眨眼的。我为了 iPhone 15，各位电视前面的，各位电视前面的观众帮我作证 ，iPhone 15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对，去。
壮壮，太棒死我！哇，壮壮也太狠了，你效果都不做的哈。真高兴的见到你，恭喜你获得 iPhone 15 啊 ！OK， 好了，怎么可能？好了，那我在这边请大家喝饮料好了。好。